果未订阅我哋嘅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啲影片啦。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咧，俾个 like 我哋，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士嘉兄弟呢条频道同团队一直以嚟都喺你大湾区置业嘅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贴心嘅服务。除此之外，我哋亦都会为你分析各个户型嘅优缺点、风险因素，无论系购买前嘅咨询同分析，以及购买后嘅回款、签约等等，我哋都可以承诺全程跟进，以及将来嘅收楼及协助办理各项证件文件等等，确保俾到你最贴心嘅售后服务同跟进，成为你置业道路上嘅得力助手。现时我哋喺港岛嘅铜锣湾以及九龙嘅旺角都有两间实体嘅门店，欢迎你随时上嚟查询各项大湾区置业嘅资讯。我哋期望为每一位观众客户寻得最理想嘅安乐窝，以至系投资物业，热切期待你嘅到访以及咨询任何关于湾区置业嘅问题。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自家兄弟频道，我系阿汤。今次咧翻到嚟中山东区保利天郡嘅下集，上集咧，我哋就优先播出咗佢嘅会所啦，亦都有好多观众咧就住佢会所嘅情况咧，系有留言讲一讲自己嘅睇法嘅。部分咧我都认同嘅，因为有啲观众咧就话，且系你个会所几靓都冇用啦，因为最紧要咧都系个单位内部啊嘛，你系住喺单位嗰个入边嘅，就唔系咧喺个会所度瞓嘅。嗱，呢一方面嘅观点咧，我个人都系偏向认同。不过如果屋苑入面有一个非常之企理似样的会所，对于整个物业未来的吸引点以及未来的保值力都是会有所得益的。香港在10年前左右的时间，曾经都试过有些屋苑单位就很小，但是会所占的空间又非常之多，包括一些屯门的新鸿基的物业。其实我之前看过樓就得4座嘅啫，但係單單係個會所、泳池啊等等啦，加加埋埋啲會所設施咧，其實佔咗成個項目裏邊嘅公用部分咧，相當之多嘅空間嘅。咁你可以咁講啦，單位入邊細，不過咧你住入去啊，享受到咁靚嘅會所，都係一種吸引點嚟嘅。咁另外一個咧，相當之多人討論會所靚但係單位細嘅項目咧，就係呢一個九龍城呢一邊嘅長隆灣啦。因為出了名咧，單位入邊啲房咧係細到不得了，但係咧佢嗰個嘅會所咧又靚到不得了。好多時咧啲人咧招呼朋友咧都唔帶上單位啦，直接落去會所嗰度咧揾一個空間嚟招呼朋友咧，都已經令到朋友覺得哇呢度好靚喎咁樣。不過亦都聽到好多人咧就話，雖然咧呢個長隆灣會所真係靚到不得了嘅，但係始終咧單位入邊先係自己住嘅部分，所以咧亦都希望一啲發展商咧以後著重翻單位裡面嘅空間或者係嗰個嘅整體質量啊等等嘅。留喺呢度咧，亦都唔係要話咧長隆灣嘅質量唔好，又或者咧住喺嗰度咧好似住喺一個好迷你啊等等嘅單位，因為目前啊其實一啲200幾300尺嘅單位咧隨處可見啦，只不過咧喺嗰個比例上啊，長隆灣單位相對是小的，即係哪怕佢係啲兩房單位，可能是300幾尺實用咁樣啦，但係個會所就真係靚到不得了。喺咁樣嘅強烈對比之下咧，好多人咧就會將會所同埋單位裡面嘅空間去作比較的話咧，都會講到長隆灣呢個盤嘅。當然，類似咁樣嘅規劃去做呢個會所咁靚，對比之下有咁樣嘅落差的話咧，亦都唔淨止長隆灣呢個項目嘅。咁啊，再次強調啦，我唔係話長隆灣呢個項目唔好啊。只是之前聽到很多人討論會所嗰個嘅落差等等咧，就會提到長隆灣。咁某程度上，大家都會認同咧，長隆灣嘅會所真係相當之靚嘅。咁啊，唔好意思先啦，話題頭先就拉遠咗，講咗啲香港樓，翻嚟今次呢一個保利天郡嘅項目先啊。由於上集咧過度話俾你知啊，呢一個會所係成個中山最靚啦。似乎咧質疑嘅人就唔多嘅，因為咧亦都見唔到有人攞另外一個盤去做比較，就話咧靚過呢一個保利天郡嘅會所。不過亦都大部分人咧就會話會所咧只係一個附加嘅設施啦，始終你住嘅係單位嘅內部。可能因為咧過度去話俾你知會所有幾靚，令到有啲人咧以為呢一個項目嘅單位內部並唔靚。咁今集咧就想俾大家知道翻，其實呢一個項目除咗會所靚之外，單位裡面的一些用料等等，其實也是相當之頂級的。
上集由於只是看了一套示範單位，但是在這一套示範單位裡面，羅敏也都有告訴你知它裡面的用料其實是漂亮的，所以今集我們就多看兩款的示範單位之餘，也都可以讓你清楚地展示到這個項目的內部裝修等等，其實也都跟個會所去比較的話絕對不差，可以說會所固之然是中山最漂亮，如果單位的內部各項的用料等等，亦都絕對是整個中山最頂級數一數二的產品來的。上集只是給大家看了會所的部分，其實它園林也不差，還有現時來說它大堂等等已經做好了，上集是給大家看的，今集先至給大家再看回這個項目會所以外的一些公用設施到底是怎樣的。现在我们看完这个航拍画面之后，就跟我们两位主持 Jerry 和罗敏进去看真一点这个保利天郡的内部单位和园林大堂等等的部分。这里就是整个小区的內園景，係呢呢邊嘅話整好咗一部分，嚇、啊，係。我頭先你講到個書包喎，係咪？係啊，書包。嚇、啊，好靚喎！即係到時小朋友會有個更加好一個學習嘅環境。嗯。同埋咧，頭先阿中山，你頭先講到咧，下有個下沉式嘅會所喎。係下沉式嘅會所。係有咩設施喺入面咧？入邊會有恆温嘅泳池，係包括仲會有我哋業主嘅健身房、哦、瑜伽室、舞蹈室，以及我哋嗰個乒乓球室啊、共享嘅廚房。我哋陣間先去攞一攞咯。好啊好。我依家先帶你去睇一睇我哋個實體嘅樣板房。係。然之後我哋樣板房呢邊會有個九座。係。九座嘅樣板房係喺我哋嘅二單元。嗯。然之後你所睇到嘅呢一切都係我哋嘅交付嘅標準。交付標準。然之後後期呢邊會有個人面嘅識別。係。即係我哋唔需要再碌卡啦，我哋直接刷入人面識別會進入到我哋個入户大堂。然後呢邊就係屬於我哋嘅架空層、啊、每個樓棟樓下都唔做火、嗯，都屬於架空。架空係啊 ，OK。佢架空呢邊嘅話已經係去到五米高嘅高度。五米高。其實今日帶大家嚟睇呢個保利天字系列咧，其實喺保利地產嚟講算係最高檔。係啊，保利最高檔次，最高品，最高一個品牌嚟。天字系，然之後再往上面走，樣板房喺三樓。OK， 咁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九棟嘅118方三加一户型，做到118平嘅南北通户型。咁啊，中山，咁呢個係交樓標準係點嘅？呢個係冇錯，呢個係我哋嘅交付嘅標準。係，包括以後嘅話，佢可以指紋，包括密碼、鎖匙、啊、三加一個入門。好後生呢個，然之後呢個全部都係個交付嘅標準。咁啊，鏡頭左手邊呢個就係玄關位啦。係，咁鞋櫃都係包嘅，全部都已經係交樓會配備好噶啦。哦，鞋櫃，然之後超強嘅一個收納空間。哇，好大啊！係啊，超多層啊！超多嘅。跟住仲有個鏡櫃喎，仲有個鏡櫃後邊仲可以擺啲衣服。鏡櫃後面仲有啊，啲雜物。因為超強嘅收納空間，因為佢呢、這個鞋櫃位咧，其實接近2.4米嘅寬度嘅個開間，係啦。咁啊，鏡頭右手邊就係一個，呢個係屬於一個創意空間。點解理解為創意空間呢？因為呢個房佢係屬於送一半嘅，係即係開發商一個建築上面去為業主去偷佢空間出嚟嘅。嗯，然之後呢邊嘅交付佢係屬於一個陽台，嗯，然之後呢邊會有一個扶手，係係啦。哦、即係當時交樓的時候就用住呢個圖，係啊。咁但係會唔會封窗咧？幫我哋因為佢布建陽台，佢、嗯、封窗係唔合法，唔合法，所以到時要業主自己封啊。即係到時交樓嘅話，自己封個窗。佢已經全方面圍好曬呢埲牆，明白？就自己整個窗就滿足到噶啦。好清楚。咁地板方面咧？呢、這個就係交付嘅標準啦。交付標準。哦，咁好。即係呢個房嘅話，會有去到接近9個方有多。係。送一半嘅話，送到4個方有多噶啦。咁好，唔錯。咁之後再入嚟呢邊嘅話，就係屬於我哋嘅客廳同埋餐廳啦。哦，呢邊嘅話，客廳、餐廳佢係屬於一個格局係雙陽台南北通透，特別喺南方呢邊呢個户型係特別受歡迎。呢個户型放到任何一個開發商都係屬於個王牌嘅户型。嗯，首先我哋客廳呢邊118个方，我哋嘅開間可以做到好似人哋130几个方3.9米嘅開間。三米九開間。
睇睇個主陽台，係主陽台呢邊。主陽台呢邊是朝南向的，這邊是屬於坐北向南偏東，然後這裡入面的話都是屬於我們接下來會在這裡起的，整個小區其他的棟數，然後這裡朝的就是朝我們小區入面的一個花園，包括這邊可以見到我們整好了有一部分的花園，然後整個主陽台它這邊是作為景觀，即是不需要後期放涼衫啊，個洗衣機啊，因為我哋仲有一個備用嘅生活陽台，係，仲有後面呢度嘅開間嘅話，去到一米六，一米六噶啦，係啊，好啊，好好，進深一米六，開間嘅話同客廳一樣，三米九，三米九，即係大概都五十尺嘅空間噶呢邊。咁啊，另外飯廳嗰邊就開間就三米一啦，係啊，三米一嘅飯廳，係啦，擺個睇到呢度嘅話，佢成個餐台其實擺得比較大，即係洋房。後期業主可以根據你中意一個家具去佈置。然之後呢邊嘅話，我哋後期就可以即係個人中意啦。可能會有啲業主中意放紅酒啊、放洋酒，可以喺呢邊作為一個放酒一個酒櫃。明白。咁你到陣時呢度都係白色乳膠漆㗎啦。係白色嘅乳膠漆。白色乳膠漆。然之後頭頂呢邊吊頂嘅話，全部都係一個交付嘅標準。交付標準。完全按照呢個樣，大概呢個樣式啦。係。OK， 咁啊睇下個生活陽台啦，你去睇睇。咁啊，生活陽台呢邊就都係三米一乘米二左右啦。咁啊，可以擺洗衣機啊、晾下衫啊，即係我哋唔需要話將晾衫擺喺主陽台。好啊，好啊。咁成個主陽台嘅景觀又會更加好。好，睇下個。之後呢邊嘅話，佢所有嘅門窗呢邊交付都係屬於雙層嘅隔音玻璃，隔音啊、隔熱啊，效果係做到非常之一流嘅。係，好。咁啊，睇下個廚房先。然之後廚房就喺餐廳隔離啦。成個廚房佢個空間嘅話，可以去到嗰啲百六百七嘅大户型嗰啲廚房咁大。然之後呢邊嘅廚房，佢個洗手台呢邊係會改造咗一個亮點，我發覺。哦。可能常規我哋見到係咁低噶。呢邊係一個高低台嘅設計。哦，高低。然之後呢個位置佢係屬於飄窗。飄窗位置。飄窗位置。咁、哦、啊，又贈送咗咯。係啊，送噶呢個位置。送位咯。送嘅話，佢呢個高低台嘅話，即係後期我哋洗餸洗碗係唔需要再去彎腰啦。而且呢邊佢所有嘅都會配備有明窗啦、有窗啦，你咁樣成個採光視野更加舒服。唔錯，然之後呢邊作為一個洗餸、切餸、炒餸，然之後吊櫃、地櫃、抽油煙機、灶台、消毒櫃，都全部都係全包曬噶啦。包括可能我哋特別係熱天嗰陣煮餸，係煮完都冇咩胃口食噶啦，做咩咧？因為太熱啦。係，所以我哋頭頂涼霸，頭頂有個涼霸。呢個嘅話，即係好少開發商會咁貼心為我哋業主提供呢啲交付嘅標準。明白。另外左手邊你後面就係有預留嘅冰箱啦、雪櫃位啦。呢個雪櫃嘅話，雙開都滿足。雙開好大啊！呢個可以擺好大啊！呢個雪櫃。整體。之後再接住入邊嘅話，我哋呢邊睇一啲房啦。就係房間入邊一個動靜分離嘅格局。然之後入邊會有三個房，兩個洗手間。呢邊就是一個公用的洗手間啦，公用洗手間。呢邊全部都是我哋一個交付的標準。哦、即係坐廁啊、浴室瓶啊、啲鏡櫃啊、洗手。而且仲有一個點嘅話，可以發覺我哋呢邊會考慮到好多即係老人家、小朋友一個扶手，即係我哋可能後生仔就爬上起身冇問題。老人家一個扶手，老人家好需要啊。一個緊急嘅報警系統，呢個係擔心即係每日喺屋企，即係老人家唔小心跣親，你又冇辦法攞手機。物業一撳嘅話，物業可以三分鐘之內上門。明白。然之後呢邊仲有洗浴嗰邊仲有一個扶手嘅。係啊，呢啲細緻位做得唔錯啊！呢啲。係啊，然之後呢啲衞浴呢啲全部都係交付。然之後仲有呢、這個，即係可能好多嘅衞浴個推拉門係屬於雙推嘅。係。雙推嘅空間佢開得比較少。係。呢、這個。之後你三開，你可以發覺，你入去即係你個空間會好大。好正呢、這個，搞到我心痛先。洗手间呢边嘅话，会作咗一啲处理，即系防滑嘅瓷砖，同埋客厅呢啲就可能会有啲区别噶啦。然之后呢个无阶梯一个呢边，即系你唔需要话担心个台阶太高啦。系啊，啲水又方便咗，唔惊渗入嚟。啲水又唔使惊渗入嚟，而且又方便老人家唔使话过个台阶。呢个系一个儿童房，呢个儿童房佢系做咗一个榻榻米一个设计，因为我哋所有嘅房都有飘窗嘅赠送。
所以佢贈送率好高。啊，佢呢邊嘅話就嚟用起飄身作一個榻榻米。嗯，咁樣嘅好處其實而家好多人都會用呢種。係啊，即係小朋友特別多嘅玩具啊，咁我哋可以放喺呢邊。哇，你呢、這個暫時嘅收納嘅空間。你呢個做得唔錯喎，你呢、這個。係啊。是因為細路仔好多玩具啊嘛，又多雜物。大家望到呢啲咁合適，有彈簧，係有彈弓嘅呢、這個。嗯，好，好。然之後呢邊就屬於小朋友一個自己一個自己空間啦、啊。因為其實呢度咧都有成六七十尺嘅空間，兩米六乘兩米六。有啊。然之後呢邊就係小朋友一個書台啊、書台啦、衣櫃啊。係。再接住呢邊睇下個向南嘅房間。另外一個呢邊就係一個屬於客房啦，客房嘅空間你可以睇到好大。啊，两米七乘三米几，三米三啦，已经米半嘅床，两个床头柜，即系你放衣柜啊，全部都满足到啦。嗯，同埋有阵时呢、这个房嘅木地板，木地板就系呢个颜色噶啦。系啊系啊，哇，好正！所有房间都系木地板。好，好睇下个主人房先。我主人房呢边嘅话，成个主人房佢嘅套内空间会好大，你可以睇到三一十八方，开间成三米四啦呢度。有啊，同埋佢个飘窗，佢到时呢个位置嘅话，佢成个打开嘅话。一看的時候整片的小區原來都是朝南向一個景觀採光視野非常之好、哦、然後這邊我們可以放到一個獨立的一個衣櫃、啊、然後我們的床的話是不會對著那個小間的門、嗯、是它這個呢就比那個工位呢就稍微再大多一點是啊整個主人房的小間即是我們可以擺啲私人物品啊、化妝品啊、私密性油膏。好，咁啊，鍾生咁睇完呢個咁靚嘅一百一十八方啦，其實賣緊咩總價？呢個總價係啊，呢個總價會高啲嚇，二百三十萬都唔得。呢個總價二百三十萬唔得，二百四應該二百四可以啊。依家二單元呢邊要去到原價，去到出街價一個三百萬。三百萬係啊。不是你剛才說是兩萬元到兩萬元那是一單元、哦、一單元、哦、OK OK 它會有個區別即是這邊是屬於一個坐北向南偏東是即是廣東人會喜歡東南東南向、啊、東南東南向自己東南這邊東來、啊、大家右手邊是望東南的這個朝向、啊、所以這個單價就會高高是啦、啊、單價會貴一點單價無論單價也好總價也好是即是站在開發商都會知道即是作為一個開發商他都會知道消費者的角度會喜歡哪些所以他定價都會定高明白明白有便宜有便宜買貴有貴買那如果譬如 西向那些單元可不可以240啊250這些價西向的是250左右250左右那就可以買到一個超漂亮的四房單位南向四開間三個房向南還有高品質的交付標準好咁啊！介紹完呢、這個，仲有冇其他户型可以參考啊？你仲有其他嘅可以喺嗰邊睇睇。O、okay, K， 好唔該。咁帶大家嚟睇一個120平嘅四開間、五開間、四房，嗯，南北通户型，120平。O、okay, K， 入邊有一個工位。工位公共啊，大家要望一望呢個工位。左手邊係一個電梯位。咁即係獨梯多户咁滯咯。同埋咧，呢、這個咧，大家望一望係子母門設計喎。大家望望啦，子母門好闊喎，成道門高質素交標。係啊，咁樣鏡頭右手邊咧做咗個儲物空間，咁啊大家見到有窗啦，交付標準啊。咁跟住咧就廚房，哇！廚房都好大呢、這個廚房，好大真的，兩米七乘以三兩米五，足夠空間。咁咧跟住咧客廳左手邊啦，就呢度有一間客房嘅。這裡呢度報件的時候是陽台位嚟噶，到陣時需要自己封窗啦。咁客廳方面咧，呢度開間其實去到三米九，三米九，係啦，三米九嘅開間，其實就都好靚嘅。咁啊，睇一個主陽台先啦。主陽台佢嘅特色咧，我自己覺得咧，佢有成六米七嘅大陽台設計，係右手邊都仲有㗎。係咪連房間㗎嗰邊？係啊，嗰、那個連房間。咁呢度個缺點啦，我自己覺得就係個樓間佢就相對就密少少咯。咁啊，第時樓下咧就係草坪嚟嘅花園草坪。對流喎呢只。係啊，都有對流效果啊！120平做對流效果。好，跟住睇下啲房啦。房方面咧，左手邊咧亦都有間客房啦，就兩米八乘兩米八都有成。七十尺的空間，行出去就陽台嘛。係啦，咁啊右手邊方面咧就是一個工位的設計啦，咁就米七乘兩米嘅，咁啊都超靚啊。橫式的廁所，橫式的廁所係。
咁啊，最後呢個咧就係一個主人房嚟嘅。咁呢度主人房咧都有成兩米三、兩米四。咁咧，其實呢度咧其實都有機會可以打通嘅。好，最後睇埋個主人房先啦。呢度就主衛生間，就同頭先客廁咧個佈局咧係一模一樣嘅。咁啊，鏡頭嘅正面啦，咁就一個主人房啦。主人房呢邊咧都係去到成三米五嘅開間，成四米六。個衣帽間都幾大。衣帽間啦，同埋咧，大家再望一望咧，左手邊咧亦都有個對流窗噶。咁咁靚嘅户型，120平，價錢亦都係相對嚟講會貴少少。咁靚去到咧25,000左右個單價。25,120，即係要去到幾多錢啊？即是咧300,000左右，300,000左右咁靓啊嘛，因为佢独梯独户啊呢种系啦。咁有兴趣嘅朋友随时可以找我哋之家兄弟啊。好，我哋再睇一睇其他户型先。OK， 带大家嚟睇一个幻厅嘅户型啊，107方嘅，都做到四间房设计。107做四房啊。OK。好望一望啊！我几中意呢个位置、哦、自己独梯独户啊咁。唔系呢度可以有呢个走廊位咧，攞嚟摆个鞋柜，同埋下挂钩啊，挂钩有个小小特色。跟住暗门钟呢啲咧都有卖。哦，都系胶符。系啊，入到嚟咧呢啲柜啊都有卖噶啦。哦，镜柜嗰啲都有啦，镜柜都有卖噶啦。而且我真系发觉佢呢只柜咧同其他做得有一啲好唔多同嘅，就系咧sorry。佢呢只户型同頭先之前有啲唔一樣，頭先之前有兩個鞋櫃咧，好多層。嗯，我究竟要買幾多對鞋先能夠滿足到佢咧？睇你女主人嘅功力啦。呢只咧同其他有啲多唔一樣咧，就係咧佢喺入門口呢一個位咧，仲有個坐喺度嘅。即其他有啲户型咧，佢頭先之前睇過兩個好似係冇嘅。係。啊，再加埋咧，其實佢呢個窗同我哋對流啦，有個可以打開嘅話咧，係可以。雖然話唔係100%，但係都會有一個錯位，其實可以形成一個對流位嘅。咁呢度環廳嚟嘅喎，環廳咧佢呢度個開間咧去到5.8米。哦，5.8米，5.8米係啦。咁咧，咁佢嗰個闊度咧，都有成4.4米。4.4米，5.8米，即係230尺左右啦，都唔錯噶啦。咁我成日同啲客户講，我佛山屋企就係咁靚嘅，5.8米嘅開間，少得嚟夠靚。幾時有機會去你佛山屋企睇睇？我因為我個户型咧就冇咁大啦，呢度107方，我嗰個係80幾方嘅。80幾方做環廳？係啊，80幾方做5.8米嘅環廳。5.8米嘅環廳，咁會唔會呢、這個？一樣一樣，同呢度一樣，都係都成200幾尺。係啦係啦，都係200幾尺嘅。哇，咁真係都幾靚㗎，咁樣睇法。咁呢度咧，但係佢呢度就配一個大陽台啦，大家可以望一望。佢呢個都係5.8米嘅大陽台嚟嘅，四趟門咯、啊。哇，四趟門咁樣有呢個配置先做到噶，同埋呢度係記得啊，係向正南設計嚟噶，樓間距係去到80幾90米噶。哇，同對面個座位好闊。係啊，所以好舒服噶，將來呢個。我哋睇到啊，隔離嗰度咧就係第時嘅交開樓就可以過去個寶龍城商業體過去行街。係啦，行街。咁呢邊就。晾衫啦，晾衫就可能镜头嘅后面啦，洗衣机位置系啊，咁即系拨一个小小嘅空间去晾下衫就得啦。呢边5.6米啊，5.6米系啊，5.6米有啊，肯定有啦，好阔我、啊、都吓，而家发觉佢啲栏杆嘅胶标都几高，嗯，天字系别念啊。咁跟住就厨房方面啦，厨房呢度就感觉我自己觉得就稍微细咗少少嘅。1.7米×2.2米，2.2米。咁啊，左手邊亦都預留咗一個雪櫃位啦。咁頭先介紹到廚房三件套啦，係呢啲都係膠標嚟嘅，又係偷咗嗰、那個偷咗嗰個飄窗位。呢、這個都有少少特色嘅，我自己覺得高低呢種設計，我喺其他樓盤就都少見。如果我個人咧，其實唔係咁中意嘅，唔係好中意，因為點解咧？我會覺得有一個。高低有少少嘅弊端咧，就係如果你有時啊，你洗呢度洗嘢位啊嘛，啲水唔覺意咁樣滲落嚟呢度，因為下邊係電器嚟嘅。係，咁但係佢呢度有個有啊，係啊，防水條嚟噶嘛，呢個係咪？多多少少有，即係擔心唔會擔心滲出嚟，擔心嘅係我自己，自己洗嘢一揈，有好處又唔好處啦，各方面咯，可以唔使彎腰。咁我睇下個房先啦，我哋。哦，頭先唔記得講呢間，呢度有一間。哦，呢度係佈件係陽台嚟嘅。係。
咁啊，到陣時都係提醒多句啦，就係業主需要自己封窗。又係呢只咁樣係嘛？係啦 ，exactly 一樣嘅。咁其實呢個窗我自己以我咁樣目測經驗咧，就大概都係千零蚊嘅啫，千零二千蚊內嘅啫。封咗個窗。封個窗千零二千蚊嘅啫，唔係好貴嘅啫。但係咧，花咗千零二千蚊送咗間房。係啦。咁啊，睇下個衞生間先啦，公衞先啦。呢、這個。係啦，鏡頭嘅右手邊。咁呢個工位咧都米八嘅喎，去到開間。係。咁啊，鏡頭嘅右手邊就另外一間客房啦。依間做咗個榻榻米嘅。呢度就兩米七啊，都好大。咁咧，另外咧，鏡頭嘅前面咧就一個向南嘅房，兩米四。咁啊，對比頭先嗰間房咧，就稍微細咗少少。咁但係都唔錯啦，兩米四。哦，呢間房仲要細啲。小啲啲，系啦，比北向嘅房就會再小少少。O K， 咁即係精華集中曬喺主人房。係啦，主人房就好大啦，三米一嘅開間，再加上個長度咧，去到成五米啊！同埋咧，大家可以望一望，佢係有南北對流嘅效果噶。左手邊啦，鏡頭嘅右手邊啦，係咪？好舒服噶，到陣時呢度。同埋咧，佢亦都係有一個套間設計。咁呢個套間咧就比工位咧就細少少，佢啲細節位都做得幾好。套間啲細節位，無論即係廁所啊，裏面包括企缸位啦、有扶手啦，同埋喺下邊呢啲，即係唔係擔心到腐蝕。係啊。之前聽阿鐘生講咧，佢哋喺廁所出嚟呢個位咧，呢個斜紋咧踢過嚟嘅時候，唔會擔心咁樣。有時一出嚟，係啊，明白。呢、這個佢嘅斜紋咧，可以好大程度咁防。咁就價錢方面，呢、這個107方啦，總價我相信就250萬內就已經有交易噶啦。250萬內可以買到噶啦。哦 ，OK。係啊，買到呢個橫廳。橫廳四房户型，係啦，算都係唔錯嘅，我自己覺得。始終你都東區嘛，你東區嗱，我自己俾我感覺上啦。如果你買得東區的話，你就接受一定。首先第一，你要知道佢咩價啦。咩價就意思即係話兩萬起跳，好簡單。即係個兩萬到三萬呢個區價係啦。咁呢個保利天棍呢個系列咧，喺東區嚟講，其實就挨住兩萬起步。咁其實如果你可以接受到東區個價，亦都想買一個大嘅發展商品牌。係。咁其實就首選呢度。天字系列一定是天字系列高端，因為我自己認識天字系列，譬如廣州嗰啲保利天字系列咧，其實而家個價錢係賣到60000蚊、70000蚊嘅，咁誇張？相同品質下，你要貴多三倍，你諗下貴多三倍。咁但係你呢度，你話去廣州，你坐城軌都係九個字車程啫，係咪？半個鐘九個字。咁你將來翻深圳？保安或者南山亦都是九個字車，心中一通，心中一通，咁又係升值嘅啦。呢度，就算我當你而家今日你買手入場20000蚊，可能好貴啦，喺好多人眼中。咁但係你20000蚊其實要升到30000，唔出奇嘅。其實咧，依照羅哥你嘅睇法咧，如果隔離個大商業真係開咗呢度，會繼續上咯，繼續上。所以我頭先講話20000蚊，你話要升到30000蚊有幾難啫？我自己覺得就唔難。當然不是話今日啦，係講緊係幾年後啦，三年後、四年後要等時間嘅，要等少少時間嘅，係嘅，係啊。咁但係而家就係入手嘅好時機咯， okay. 我自己睇法係啊。好，咁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啦。嗱，最後我哋仲有一款咧，八棟嘅樓王巨無霸户型，150平方米，四房三衛嘅間隔。咁啊，大家真係要仔細欣賞一下呢一套單位啦。客厅的部分相当之大，而且仲要有一个空间咧系复式嚟嘅，可以上到楼上嘅。咁而家大家可以听住音乐，静心咁欣赏。
嗱，呢個片區咧，由於位處於中山嘅東區，所以咧未來嘅發展咧都有好多嘅。正如頭先喺單位裏邊，你會聽到羅哥都有提及啦。中山唯一嘅一個寶龍城，連埋個商場咧，其實亦都喺呢個範圍入邊嘅。咁而家咧，我哋去聽翻上次咧仲未介紹俾大家知道嘅模型規劃嘅部分，到底呢個項目係點樣？同埋咧，主推一啲產品，仲有咧就係樓王單位到底係點樣？我哋現在所在嘅售樓部，即係我哋現在所在嘅位置，位於呢個位置。係。然之後呢個位置嘅話，後期都係作為一個，即係現階段一個圖書館，即係以後方便我哋業主過嚟睇書，唔需要話出到去出邊啦。係。係啦。然之後成個小區呢邊嘅話，所佔地就呢邊所佔地有125畝地。啊哈。總共會起13棟嘅住宅。13棟。係。主要係高層為主。幾多樓左右咧？呢啲基本上都係31到33層左右。31到33。哦。係。Okay。 然之後成個小區嘅話，小區呢邊呢、這個小區嘅話係作為保利一個最高端天字系列，所以佢全新一個小區嘅設計理念，包括佢一個流動嘅設計都係一個全新嘅，以及佢成個小區會打造一個全聯，即係成個連零聯段都會涵蓋住一個活動嘅配套，即係配套，即係小區入邊。一站式可以滿足到我哋以後小朋友、業主包括老人家個活動嘅區域。然之後，首先成個小區嘅話，我哋而家呢邊成個小區注入口會有3個。係。售樓部呢邊會係作為一個西側嘅出入口。西門啦、啊。然之後呢邊係南門。南門。南門呢邊嘅話，佢會打造一個類似5星級嘅一個入門一個儀式感。哦。係。然之後前面仲有一個希望之環，即係呢邊佢係環繞住一個學府去打造。即係預示一個小朋友讀書充滿住一個未來嘅希望。嗯。然之後步入呢個階梯嘅話，佢打造一個步步皆高。嗯。然之後入門嘅話，佢有一個人臉識別。嗯。即係更加智能化。係。以後業主話唔再需要話帶卡啦，直接人臉識別就可以入到小區。OK， 明白。然之後入小區呢邊嘅話，呢邊成個小區呢邊嘅話就有一個主花團為主啦。然之後呢個主花團嘅話會有5個陽光草坪，即係5個陽光草團。呢邊嘅話，主要係方便我哋業主帶朋友、帶親戚過嚟，除咗喺房間以外，過嚟小區遊玩、傾偈，然之後仲會配到有啲休閒座椅。嗯。然之後除此外嘅話，佢仲會喺隔離方便咗有小朋友一個活動嘅區域。呢邊又會有一個小朋友嘅書屋，即係除咗小朋友離開咗校園以外，喺小區都有咁一個讀書一個環境啦、啊，環境係，然之後仲會喺呢邊仲會有個小朋友一個休閒一個座椅啊、抽籤啊，係、啊，而且嘅話會喺隔離呢邊，即係方便我哋業主去睇住小朋友、照顧小朋友，但係視線距離唔會好遠，明白，即係各有各嘅一個活動嘅區域。然之後呢邊嘅話會有成個主花團會有1000米，會將成個小區會貫穿喺一齊。哇！1000米。而且嘅話，到時我哋翻到屋企。落咗班之後，我哋唔需要去到出面跑步啦。係喺小區入邊會更加安全，都 OK 啦。1000米，好大啊！係啊，成個小區連埋一齊。咁而家在售係賣嘅咩產品呢？而家在售嘅主要係9棟同埋8棟呢邊為主。哦、然之後呢個1棟嘅話，基本上已經清曬啦。清曬貨，係啊，好啊，明白。然之後9棟嘅話，呢邊係會有2個單元。係。然之後前面。呢邊是1單元，呢邊是2單元，即係左手邊就1單元，右手邊就2單元。冇錯啦、哦，然之後户型嘅話都係一樣，嗯，2部lift，2梯4戶，哦、前面2個户型就係89方嘅三房，2廳2位，佢係屬於2+1，即係有個房間佢係送一半嘅、啊，所以我哋呢邊最細嘅户型使用率都去到90%，嗯，即係簡單直白嘅話，好似我哋89個方、已經套來去到。使用的面積去到80個方，即係相對於你在市面上買100個方嘅，100個方係啊，係啊，即係你可以用100個方嘅錢，你只需要89個方，你就已經可以同佢一樣嘅使用率啦。OK， 明白。然之後仲會有107，107嘅話基本上係成個户型嚟嘅，係啊，橫廳嘅户型係成個片區真係呢啲稱得上4房嘅格局。嗯，而且佢仲係107個方出頭，係，即係100個方出頭，佢可以做到4房。咁兩側就係100幾咧？仲有隔離呢邊，仲有隔離呢邊嘅話，就係另外一個就係118噶。哦，118呢邊嘅就作為一個4房嘅南北通透。哦，佢可以做到4開間朝南。嗯，包括有我哋嘅客廳、陽台，仲有另外嘅3個房間都係朝南嘅。採光、視野嘅話都係一流。因為我哋呢邊嘅樓間佢會超闊，
好似我哋九栋同埋一栋呢边嘅楼间，佢系超百米噶啦。嗯，系啊，采光视野完全冇影响，而且呢边嘅佢个设计嘅一个理念，即系可能我哋以前见得好常规嘅就系一个排布式嘅，即系一排楼一排楼一排楼咁排住去。然之后呢边采用嘅系点状式，即系你可以发觉楼与楼之间佢系错开噶。错开嘅话，我哋可以做到除咗园林嘅空间会更加大。第二个点嘅话就系楼间佢会更加阔，视野采光会做到更加好，私密性会更加高。明白。咁另外八栋系咪都仲在售紧嘅？而家八栋嘅话，佢户型八栋系成个小区稀缺嘅楼王。系。点解咁讲咧？因为成个小区你可以睇到有13栋嘅住宅。嗯。但系八栋呢个格局，佢只有三栋系一样。嗯，六七八，而且佢成个所在嘅位置系位于小区一个中央，即系佢唔会受到任何一个附路又好，包括周边嘅配套又好，系唔会受到任何影响。佢系属于小区最核心嘅位置，所以佢嘅户型嘅话都系成个小区最独特噶。前面呢个户型嘅话系作为我哋120个方，佢依然系做咗4个房，但系佢可以做到5开间朝南。直白咁讲，即系咩意思啊？即是我哋嘅所有客厅同埋我哋嘅所有房间都系朝南向。哦，咁好好喎。所以即系整个中山市呢边片区基本上系冇呢个系首个。嗯。然之后仲有后面嘅话系作为150方一个复式。嗯。复式嘅话佢系一个上面佢系会赠送一个套房。哦。呢个套房嘅话佢系全赠送噶。哦。即系佢150个方佢只系算你一楼嘅面积，唔算你二楼。即是它是有个楼梯上去二楼，对，然后那个是相当于开发商一个布建的技术，因为它保利专门是开发 房产为主的嘛，对，所以它的开发经验是非常之充足。好，这样听完你介绍初步介绍的户型之后，那其实现在卖的什么价钱呢？现在卖啊，是啊，一卖的话九栋一单元均价是2万到2万1左右。2万到2万1，是，是无非价定大装修的？大装修的，包埋装修的，是啊。八栋呢？八栋嘅话，八栋呢边基本上系23000到25000左右，23000到25000左右房价。然之后佢呢边嘅装修交付标准会更加高。嗯，我哋呢边嘅话，首先入门呢边佢会有一个智能化嘅，即系我哋以后行到呢边，佢会自动识别到你喺边户，佢会电梯帮你自动揿到落嚟，智能化。咁之后交楼嘅话，要有个中央嘅一个冷气。OK， 咁大致上亦都明啦。咁好啦，睇咗三款嘅示范单位啦，咁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对呢个项目咧改观？即系话咧，佢其实唔净止话会所靓嘅，单位嘅内部都好靓，加上咧其实望出去的景观咧亦都相对系开扬嘅。咁若然咧你真系对呢一个中山东区嘅保利天郡项目感兴趣的话，都欢迎咧联络我哋了解多啲，又或者咧可以攞啲资料研究一下啦。嗱，呢條影片咧就未完全完結嘅，最後咧都有些少彩蛋俾大家睇翻咧兩位主持啊童心未泯。咁啊，數月之前咧，其實我哋嘅攝影師同當其時嘅主持都有類似嘅動作嘅。咁啊，大家可以稍為欣賞一下啦。嚟到小區啦，梗係見到有玩具，梗係要玩一玩啦。啊，紅魔曼聯對藍魔車路士啊，依今場咁啊，羅哥就係車仔嘅，車仔嘅，喂喂喂！唔碌嘅，唔夠腳長啊嘛！嗱，你違規啊，你手球啊！中場擺咗五個人啊！哎呀！啊，守住啊，嗱，羅哥，過唔到我前鋒線嘅。咁渣噶你？放你水啊嘛！放水渣就渣你，哎、1-0，我求其。啊！哎呀！哎呀！上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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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噶啦你，冇噶啦。唔得，唔够个墙啊！唔够个墙，快啲！哎，大王，好咗，守得住。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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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哎，嗱，到我，哎呀，死啦！哎呀，冇事。哎呀，哎呀，想攻破我哋后卫先嗱，三五二阵型，我两个守住啦。嚟嚟嚟，哎呀，反攻反攻，反攻唔到啊你，冇妄想啊你。嗱嗱，手手啊，大王！耶！系啦，2-0。大家好啊，我哋自家兄弟嘅铜锣湾新店咧，已经正式开幕啦。欢迎各位观众同客户咧，随时上嚟了解大湾区楼盘嘅资讯，又或者咧可以预约我哋睇楼啊。大家记得啦，铜锣湾站嘅 C 出口，咁出咗嚟之后咧，就跟住我哋行啦。嗱，呢度咧就系写字楼门口啦。嗱，我哋就系2304。23楼出嚟，左手边咁就可以见到我哋自家兄弟嘅门店啦。铜锣湾广场二期咧系有自设嘅车库，大家若然系开车的话咧，嚟到洛克道咧就可以搵到停车场入口噶啦。当然除咗铜锣湾店之外咧，如果你觉得方便到你嘅旺角店呢一边咧，地铁站出嚟亦都系相当之快咧，就可以过到嚟湖社新巷呢一栋大厦呢边噶啦。咁喺八楼出咗 lift 之后咧，802同803室咧就系我哋自家兄弟嘅旺角总店。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